错，好似竹不弃养。请各位一起来收容所。还不懂的想跟你请教一下，因为最近就是共机频频扰台嘛，台海之间的情势比较紧张一点点。那就是说，刚好就是可能因为我国军就是有严守就是国门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的民调就是蔡总统的民调，他有跟你上升，你看到吗？是共机扰台哈，是为国际社会所不容，也突出台湾民众的反感而已哈，因为。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肆虐全世界，那中国本身应该要自我检讨，也应该要尽量公开协助国际社会来进行防疫的工作。这个时候是非常不适当，飞机在台湾海峡扰乱整个区域的和平跟安全，这一点我想国际社会包括美国、欧洲，都已经提出他们的呼吁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如此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